识的馈赠，酒馆优惠酬宾。祭海冒险的时候，绕路去买点酒。原来你也是，不得不说，最近来光顾的客人确实都在谈论，与其说是热门话题，不如说是都市传说一类的东西吧。其实我没有刻意去听，耳朵也快听出茧来了。不会是什么可怕的传说吧？先给我一点心理准备。可怕倒没什么可怕的，至少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说是这样，是被称为暗夜英雄的人的传说。喂，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什么？刚才酒保先生说的什么？我在说暗夜英雄，传闻中只有在午夜时分才会出现的惩恶扬善的神秘人。不过老实说，这种传说我没什么兴趣，除非他能帮忙治理一下半夜醉酒闹事的酒客，那我还是很愿意承认他存在的。这个问题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，或许单纯只是喜欢保持这份神秘感也说不定，毕竟那样的人比较讨女人欢心，和酒馆里常见的一些伎俩差不多。总而言之，我知道的大概就是这些了，感兴趣的话不如去广场上再打听打听。暗夜英雄呀，像是每个城市都会流传的那种故事呢，只是他稍微显得有些阴暗，到底会是个怎么样的人呢？绕路去买点酒，应该不会被发现吧。
就是我。抱歉，其实相似的气息在数着不尽的夜晚里守护。原来玛格丽特女士，不不，往往在物质富裕，很多英雄故事也都差不多了。不如你们经常值夜，不想再远。你们也对他感兴趣啊？不瞒你们说，我可是爱……哇，这下找对人了。那么……哎，别急，等我慢慢讲。那晚我正在巡逻，被只见一伙人鬼，于是我赶忙躲了。喂，你不是……而就在此时，那个人出现了，他一身黑袍，完美的隐对那些恶人来说。哇，你们猜我这时候做了什么？在暗夜英雄面前，我可能只是个雷，于是我去了骑士团宿舍。没错，像他这样有正义感、自愿守护蒙德的人。可事实上，好在宿舍检查一番以后，并……那就是骑士团成员以外。是的，可我想不通，以他的实力，应该很容易在骑士……到头来你还是不知道暗夜英。别那么失望，至少不如你再去花店问问看。听，站着也没什么事做，不如找人聊聊天。照亮了四。整理一下，现在并非西风骑士。摸了这么多，不如在夜晚。今晚就做月亮派吧。
在蒙德城里转转吧，运气好的话说不定会遇上暗夜英雄。晨曦酒庄的蒲公英酒，有空一定要去尝。尽管绕开了卫兵的巡逻路线，却没想到暗夜英雄。哎，你自己居然没听说过吗？整个蒙德都在讨论无聊的传言也罢。嘿嘿，所以说暗夜英雄。好了，别用那个名字叫我了，感觉很不自在。没错，暗夜英雄太土了，应该换一个更充满罗曼蒂克气息的称号。正义人。正义人先生，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呢？是深渊教团。又是他们？不知最近又在盘算些什么鬼主意，像是在做前期侦查的样子。明明这段时间他们的小动作已经被我识破很多次了。哼，那样的话就不知是谁帮谁的忙了。毕竟骑士团里大多是些派不上用场的家伙，怎么可能放心把背后交给他们？我可不是为了获得称赞才做这些的。陪你们聊了这么久，不如你们也帮我个忙。哎，迪卢克老爷需要帮什么忙呢？对我的身份保密，尤其是什么声音？几个小角色而已，我可不能被别忘了帮我保密的事。回见。喂喂，老实点，这个如何？
两位，刚刚我好像有发现什么异常。没有哦，难道你是指暗夜英雄？他暗夜英雄，他就是旅行者啦。哦，暗中守护蒙德。不用这么等等，不对，带你们来蒙德之前，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谎？哎，算了。不过关于暗夜英雄，有些话公务在身，那我先走了。关于暗夜英雄，霍夫曼好像有什么话想说的样子，不如去骑士团找他聊聊吧。是你们，上次我们聊到暗夜英雄的事，请问还有其他情报可以提供吗？格里也是，提问之前，其实事情是这样的。哇，好丑的字。仔细。确实，虽然是通用语，但很只看可以读懂的，这是。也就是说。这么说没错，所以可，毕竟这不仅是暗夜英雄一个人的事。也是整个盟，最近如果